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支 OWG Only World Group。这只是我 YouTube channel 里面的一位股友所问的股，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，可以去我 channel 里面按这个 Join button 参加会员，这样就有机会向我问股了。可以看到呢，它股价已经是飙上去了，突破这个200天均线。更早之前呢，也是突破了这个蓝色线跟紫色线，再突破这个200天均线，然后呢就突破了这一个灰色线，之后呢就开始回来了，可以看到它回来的时候，它已经是跌破了这个之前的这一个灰色线，也就是0.615跌破了，支撑就是这个筹码峰的 POC。大概就是0.58，如果它继续往下掉，跌破0.58，这个就是肯定是一个卖出信号啊，因为那时候这个整个都是它套牢盘，跌破0.58是非常危险的。如果它有能力在0.58这边弹上去，然后再突破这一个灰色线，也就是0.615突破。要弹上去，止跌回升，弹上去突破这个0.615啊，这个的话就可以追，这个就可以加仓了啊，去追它啊，跌破0.58，卖出去，这个就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，谢谢大家。